哎，郑阿伯，嘿，要回家了呢。哦，看那个，有没有四天三夜的旅程，还是过得真快呀、啊！我们要准备回去面对现实了。没错没错，所以嘛，今天嘛，我们行程安排的非常简单的。最近我们是听说万丹那边有那个泥火山爆发，不如就来去遐看麦啊，看看泥火山到底是长得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嘛，对，我觉得那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唯一的行程了。对啦。因为好，这应该骗了啦，冻袂掉啦，刚刚放个六个开始摘啦。就这样呗，你准备好未？我准备好啊。哎，我们就来去泥火山给他看看啦。OK，Go、okay, Go！ 今天是这次四天三夜环岛旅行的最后一天，我们选择早早就上路，生怕晚一点就会被最浪漫的冲速百里计划给耽误了回家的时间，只能让平和公路的美景就这样快速的从眼前流过。这趟旅程从头到尾顶着八月南部毒辣的太阳，在高温中连续骑行了好几天，旅行的疲劳感也终于在这最后的一天直接引爆。嘿，这阿伯，你想要紧无啊？你想做事吗？哦，阿伯，较正经的啊，差不多半点钟就到了啦。3分钟。一想到离家还有300公里，所有的热情就随着炎热的空气融化。所以在回家的路上，除了今天的目标泥火山外，中间只穿插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景点——乌龙派出所，就直接前往今天的目的地——曾经只在新闻上看过的万丹泥火山。是，我也没参军啊，都跟他们很熟啊，所以他们很高兴能够进去参观。好，谢谢，哪里寄来？台中。好，我开车，我女儿在台中念书啊，念东海。我跟我先生开车要开3个多钟头，从我们这边出发。差不多。拜拜哦。好，谢。可以，没加油啦。南部乡亲真的是热情啊，真的热情啊！阿伯，足寒的呢，你看这，规个拢山的，这种情况出来呢。我原本当作是讲吼，迄就是边仔有一个土堆安尼尔，有无？靠腰，这真是山嘞！后壁阁有。而且你看这景物有无？真出名嘞！伊甲泥火山更起看放面顶来，有无？绝对别喷出！你看迄规个壁面，喷甲，这是听讲吼，本来顶个月有无？他又再喷了一次。这应该是不会停止的，因为他有记录以来，从康熙年间喷到现在霸王。哦，真的啊！间歇性都会喷的，只是你没有办法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喷而已。你看这，喷遐久以后，这嘛是够湿湿的，所以这是剩温泉水嘛？冷的啊！但是它有那个硫磺温泉的那种花蜜感，像我们那天去六口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泉池。你看，我刚刚有冒泡泡上来。好，真的啊！对，你要仔细看才有。有没有那种酸酸甜甜好味道？看九天玄女嘞！我是讲恁的天班的来，你莫甲印出一下。你看这，真的月球表面没？对啊，这物件是硬的还是软的？火山泥，小嫩的呢？小嫩的？对啊，我顶着破衣啊！你知你啥地皮破无？这叫恰恰哦，这恰恰是不是？安尼你提上细条啦，我一条啦。恰恰，恰恁老婆！哦，真的是火山泥做做出来的田埂呢。哎呀，你无做片当地啊？你看这，你看都淹过啊。他说去年4月份爆发的时候，淹过啊，淹过啊。啊，所以咱先给这条叫啥？火山泥大道呀。火山泥大道的对，你看，其实这就悬的呢，这差不多要一人悬啊呢。你看这，翘翘扛起啊。这是火山泥槟榔哦。也是啊，吃槟榔。哎，米利斯来了，哇，就是一座小山，叫做泥火山金字塔。我以前在三角形的啊，你刚刚之前在敲小金字塔啊。真的。哎呀，我刚我俩去个岩庙门遐看一下，这广场拢叫人挖掉去啦。但是你看这土脚，这嘛原本是应该几个呢？所以阿伯，你看，这整个广场对不？即马看起来阁是砖头的，迄砖头唔知偌高哦。
这可能是真高的，一个一直呛几支，呛袂呛起啦，呛袂呛起啊！可能是我呛掉一盖，我他喷了一次，还够猛个喷。哇！哇，这样师傅哦，很激昂啊！是啊，不是讲伊嘛，甲规个穿甲安尼清气清气有无？对对对，分袂出那些拢无你白过安尼。嚯、哦，这就是直通它的喷泉口啊！危险啊！嗯嗯，慢点慢点。对啊对啊，先生啊，还有吴先生啊，上次的钱，阮今仔都要落到剩一支手尔。我后边是我都处理嘛，就是建议哎，伊要回手的，不多因的啊，伊正讲木海这伊要处理啦。哦，政府要处理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讲你袂使讲后出来直接处理掉，对不对？袂使，一定处理就对。哎，帮政府，帮政府。帮政府去个门外，门外去啊，当门将。哦，所以你即马那是讲一个喷掉无，你嘛刚来那个店里后边安尼尔。对。哇、哦，安尼嘛真困了诶！诶，太困了对。对哦，我后边迄顶间那山来，佫喷咧，哇！你后边真无得困啊！无咯，所以我拢请你关单位咧，讲赶紧帮阮遮处理，唔是讲阮的问题尔嘛，介济地产哦，金融华都介济块。你看伊个田华，拢一条乌乌的乌芒啊，迄个拢是啊。哦，所以唔那只遐佫有就对啊。对对对对。哦。啊，伊个土留咧田内，这是对这田是无帮助的，是毋是？意思讲，伊有咱本来伊无多种作安尼啊。安尼现在无帮助，就爱搁再地功夫咧，爱甲敲啦，啊，弯头工程足大，安尼啊。一分地有补助5000啦，但是请同机械来处理，就超过啊，啊，搁农作物无收成，嗯，损失啦，嗯，啊，阮呢有去硬体，一工人都无补助，嗯，有啦，有关单位就是阮遮的科技员已经有发文。没有，即个案，提出即个案，即阵关掉啊！按即摆讲要处理，到今都无下文啦。按即个高卡的，我有担保，就是你袂当把伊运出去，伊惊这土有污染的，有啥物花啊，会去影响人白地产。嘿啊，所以伊个讲爱等下拢因的文去决定安怎样，要安怎处理，叫伊来。哦，所以即摆个自旧年喷到即摆就遐土是拢。全部拢压袂出去就对啊，即马拢哇，我呢，咱的政府真的要加油啊！这个代志有无？啊，物件店里食呢，其实造成个人的真大困扰。啊，然后像恁游客啊，吼，游客、乡客来，真正嘛都无空间啦，无空间，啊，搁这是阮有甲蹲啊，若无恁的车嘛拢袂当入来，因为伊楼到门口，哦，啊，你啊落雨落滚滚，你车我都买拢无入来，所以阮爱请坐啊，伊这工资啊吼，所以开销拢由阮家己，拢家己吸收，政府拢还袂甲阮补助，无啦，啊，阮这三平已经开10多万呢啊，啊，因入来，阮这吼门啊，啊，这看柜台就知影啦，哦哦哦，哦，差不多因安尼喎，看因个遮呢，哦哦。啊！你无看到这边啊？这这落个时，这门拢看会到。哇！哎哎，是这行冇？嘿。哦，这喷到这是哪个？这一轮蒸一蒸喷出大条，才35吨呢。哎，这你看这这，敢那去扛几百年，安尼四五个人背袂离啊？哎呀，我后边还真的是翻江倒海嘞。哎，你看那看偌济啊？啊，这这拢烧的啦。这头有伫个80多度咯。哦，80多度安尼，你穿穿嘛真危险诶。没啦，穿五个啦。哦，穿80多度，敢未出烫诶吗？没，五个，啊，佮穿袜啊。哦。哦，这无讲我唔知，因为看新闻尔，动作是，伊就是安尼引起尔，唔知讲是安尼。嗯。足侪伫穿安尼。这安尼四杠。想不到就在影片制作的同时，10月26号，万丹尼火山又再度迎来今年的第三度喷发。前两次分别是在4月8号以及6月28号，半年内已经喷发3次，以往一年至多2次。上次喷发还得追溯到11年前。本尼火山最早的喷发记录是在清康熙61年间，因为喷发地是在靠近赤山岩的鲤鱼山，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鲤鱼精在作祟。传说第一次喷发时，有居民看见2只一公一母的鲤鱼在泥中打滚，而后的第二次喷发，又一乞丐路过，看见两只鲤鱼在泥中打架，便随手将拐杖一丢，竟然就这样把母的鲤鱼给打死。公鲤鱼也因为失去母鲤鱼，太难过而死，所以此后的190年也就没有再继续喷发。这
七分到八元的宜兰花莲在当兵。哦，没，哦，拢有呢。啊，这三块片我跟蒙妈做。嘿，哇！也家己厝人心。厝人的心情啊！啊，你看这样，啊，你看会有出一个观音。哦，你可以管理嘛？嗯，这尊哦，哎，这尊有哦，有神哦，有啊，嗯，啊，这尊就在新芽，嘿，介特殊啊，啊，这尊没有，你爱去做，这尊，这尊，哦，这哦，这只是你头戴黑嘛，对不？无黑，黑黑黑啥？黑黑，哦，1996，哦，所以，啊，再来一边比邻嘛，做啥呢？开始比邻，哦，这样。哦，机灵呢，像这个玻璃对无吼？嗯，这地龙管也龙头背，也龙正这倒影，背得这样样。啊，这龙虎，龙龙龙虎，龙虎龙虎。哦，真的是啊，超乎想象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哎，你其他新闻狗原来跟他那捧你，他那个新闻弄去拍的时候都很平静的，我们都好像以为他只是慢慢冒上来淹出来，嗯，但其实不是，他超激烈的。但是比如说这只是小规模的火山爆发，也来讲就对了。哎，小规模是不能小觑，那是真危险的。嗯，好了，这阿伯。欸，我感觉吼，欸，大家若真来遮参观对无？其实上有钱都加减甲因添一下啊。政府你清债对无？其实他现在公文还没有过啦，所以即摆你清债对无，拢是家己国母债尔。欸，所以大家来时阵对无，真会当加减甲斗相共者。一寡生意就好啦，哈，啊，来帮助一下地主无，遐附近的农田的田地嘛，他的一些平常时的农损嘛。然后还有说是这些清理的费用，看能不能多多少少捐一点心意，说帮助这些附近的居民跟这些留住等等之类的。嗯，毕竟不知道政府那个新闻大概花多久时间，甚至有可能他新闻到最后是没有下文。真的呀，跟我们新闻上看到那个情形真的不太一样。因为崩的时候要求在干那火山爆发嘞，本来是火山爆发。真的，还别个哎，火跟我们在斗起来哦。哎，你家公会喷出来泥浆对不？哎，它这个高达80度啊。是觉得啊，他借着喷出来80度的表。建议员工吧，但没烤面包，80度级面包还会热卖。气耶！那北部钱还在空销喂，加进去整个钱再多添一点的，一定要进去蔬菜。好，所以这家呗，我们这次南横之旅嘛，对，是不是在这边就做个 ending 的？我们还有25,000公里要长征呢，25,000公里已经可以到南极还北极？啊，我要去那个南极看企鹅。哎，不要了，现在自己来过来看我们好了。哎呀，这星期来一个南横之旅，推推耶！ Yeah， 阿北回家喽！